是啊，火腿啊，这边有剩啊，不要打啊！完蛋，灵魂收割被割了，一定是割到歪头的。有人送了心脏，那你是在皮耶？还在送啊？听到送？别闹了，对面有剩啊，怎么打啊？拜托，这是另区域集合。为什么这个第三期的这个团长被收到不要不要的？真奇怪。月城。你是这 AP 里星吗？一个星辰，一个叫月城，还一个黄金的，我操！他们下路已经不就位了。看着都不屌他，妈的！投个冰鱼龙两金的，直接带你开这个大号。那投冰鱼龙跟铁刀。我现在正在冰原迷路中。商店很甜。你看起来是食堂。你说那个店，它是在地图下角。对，下。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那个盾牌，然后卖的直接卖那个铁刀神威，哦，铁刀神威，购买武器，我看是卖铁刀的，嗯，哦。是要切换吗？我看一下，装备生产啊！哦，装备生产啊！好，生产，哦，都直接产神威。对，有个那个铁刀神威，应该就是矿石。铁刀神威，完蛋，没有石头。缺什么？什么？非洲石。岩玉石两颗，纯水晶一颗。哇，这个是哇，这样虽然我一样没有矿，算了，我就先拿着烧鸟。好风还没好，这 W 还没好。我先拿着烧鸟锤好了。哦，这人是不是有点强啊？蛮强的、啊，没有啊，主要是一开始那个打一整那个太，感觉圣丹先全副坦装耶，我先没有到兵力，你说防具先做一做，对，好的，轮不到人，你说冰鱼龙都先做，我是不知道那个我开掉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中路下路又爆，我现在可以做。我只能做一个、欸。哇，那个肾超级快、欸！你要那个肾跟宅士一样，你要那个肾，你全部都废掉。那只要那个剑尾，那就先把那个做穿起来，打不动他。做贝塔吗？做阿法吗？做阿法。之后我应该不能做，所以做阿法就穿，不知道防。OK。我开了。好的，装备。嗯，跟任务一样去看板，跟看板或那个丑的看板，看的很丑的，哎呦。圣打不穿呢，
不行，下路不行了，下路妈要摆，下路摆乱摆成那样。南宁地，你再炸两下，你会没血了。哎，为什么呢？还是哪边？哦，对。就先拿你烧脑锤，现在是上位满的啊！你升到 M 级还缺什么？烧脑锤，他全部都写问号。那应该是你要打到烧脑的部分。嗯，应该要等到烧脑。现在换不了，等一下再换。我就先拿着角龙吧。不然角龙充能辅助。不然等一下你就怪我打。到处挖矿。哦，好，我去挖矿。身为专业的矿石猎人，到处挖矿想想也是理所的。矿石直接丢包。我被丢包的熊爪子。他又查杀进来了。啊。哎，人爆啊！去那个吗？不行，这样，这人直接投吧。挖矿要吃什么？御神签吗？我也忘记了。他们一直塔杀，一直撞。招财猫的财运啊，就是动都动不了，好扯哦。对啊，一直塔杀，一直撞。瞎鸡巴乱七。然后我们那个人挂机，哇！啊，那赵信也不太会玩啊，不知道直接冲那个爆冲啊。这个模式明显是玩 AP 赵信比较强。AP 赵信直接秒。欸，有没有看到女友？你这边帮我找一下。不好扯哦，他们伤害太高了。你在哪？等等，找到我在找脚印。那大雪雪是什么东西？疯了，找到了，用到了。在哪里？哦，你打这个模式还挂机的呗？好呆。哇，你170啊！打这个模式还挂机耶，太夸张了吧？打模式挂。我找到哦，两个像双胞胎黏在一起啊，我准备下一次就挂了。关刀有没有搞头？啊，没有。你 Q 就已经无缝了，你看。反正。反正我是 CD 那么短。到矿
哇，太肥了。动都动不了。哇，这个矿呢？哎呀，大军！会出啥？死猫！死猫还出？应该是要，应该按照主流这两个坦克派系。烂得跟大便一样，胖子。A P 哥尔吗 ？A P 哥尔啊，前面太烈了。A P 哥尔可以干嘛？前面太烈了，不然我刚吼那一直也是随便吼了半条街。他哪一刀吃？哪一刀吃 ？W 要超痛了 ，W 吼两下别人就快挂了 ，W 超痛。那个圣骑只要一直涂上来，很好用就好了。哇，好痛哦！这甘布朗哥，他每个都玩暴击的，一个两暴击，他已经两把无尽了，两把无尽，三把无尽。他砍我一下，我把他桶子点掉了，然后砍我一下，我直接死掉了。他哪招？真的恐怖，大人啊！不知道 AP 那 AP 纳瑟是多少分？没有，没有。AP 要有途径角，然后你玩 AP 的 AP 也有。